大家好，我是香港小美女，也是你们的小甜心哟。现在呢，在香港加道里道的豪宅区哦。我去年呢过来拍过的，今年呢又来拍一下。接下来要和大家介绍的呢是向华强家的豪宅。我听说他家在这里也有豪宅，所以过来看看。向华强家在香港的豪宅呢有好几处吧，我只知道这里哦。向佐和碧婷啊，他们住在香港哪栋豪宅不知道，如果知道的话也我也要去拍一下的。以前呢很喜欢看向华强交拍的电影才认识他的，他的荧幕形象呢严肃，不过他的为人呢很和善的。这个豪宅呢面积看去挺大的，里面呢用各种名贵绿植装饰。豪宅呢很漂亮，以前买的时候最少也要2亿吧，现在估计价值最少要10亿了吧。这里环境优美，周围住的呢都是明星富豪有钱人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喜欢的点个赞点个关注吧，下期见，拜拜。